Basic， 所以慢慢要习惯哦。开发人员这个 Visual Basic， 然后把它点开来，最好是你这边可以这样浮动啊。浮动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一边看你要做什么，一边把对应的程式写出来。那我的习惯就这样，一边看一边写，所以哦，很快就可以把对应的功能全部都写出来了。哪怕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，啊，一整天的事情，全部都把它写成一个按钮，哇，那感觉按下去，啪，全部完成了。哦，其实是还蛮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哈，但是你可能要慢慢习惯哦。以后这个环境哈，如果有一些东西不见的话，你可能要找得到。比如说像哪一些，这个如果关掉的话，有没有不见怎么办？直接点模组，这边把它点两下又打开了。OK， 所以这个不见怎么办？没关系，点两下就打开了。那如果连这个也不见怎么办？如果连这个也不见怎么办？整个不见了。OK， 之前就有同学全部不见。他就怎么找？他想说把它关掉，会不会重开就恢复呢？他要点下去哦，就觉得还是没有哦，他就觉得很悲剧哦，就想说是不是要重灌了哦？其实不用啊，检视里面有没有这个叫什么专案总管就好了哦。所以特别说，如果你不小心关掉没有关系，那个东西叫专案总管。那上面的东西这边的话就是专案总管，下面的东西叫什么？叫做属性视窗，那会盖住，所以你把它往下拉就可以了。或者属性视窗暂时用不到，你可以把它关掉没关系。属性视窗暂时不用哈，然后把这个打开，就可以看到我们需要，大概就这样子。所以慢慢习惯这个环境，其实也不是很复杂。OK 哈，然后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就把刚刚部分完成了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你会发现执行哈，它这个里面的东西呢，就会是有没有把公式再帮你把它执行之后呢，丢到这里面来。但问题哦，我现在底下这个门号意思就不是公式哦，里面的话我希望得到的是什么？得到的是确切里面的东西，就是最后就是显示在上面，不是显示一个公式，而是显示0911这个的电话号码。这地方该怎么做？其实呢可以参考刚刚这个公式里面用 test， 那特别注意哦， test 实际上就是格式化，有没有 format test？但是呢，如果说我今天要在 VBA 撰写程式的话，意思是说呢，我要把这个公式转换成 VBA， 并且让它动态的输出哦。那接下来我来做一次给各位看哦。这个的话现在当然没有了哦。首先第一个，一样我们要写对应的一个程式的话，打一个 sub 哦。所以其实拿这个来复制好了 ，sub 门号哦，把它复制啊。我其实复制最快就是。选取了吗？拖拉加 Ctrl 键，然后按一个 Enter， 好，就会多一个门号。那这个门号呢，将来就对应什么？对应这个按钮。所以也就是将来哈，按下这个按钮，它背后的程式就是执行这一段，明白吗？其实说以后了哈，假如你要产生一个按钮，你直觉就知道一定要产生一个 Sub 就对了。OK， 其实还蛮简单的对应关系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一样哈。要写一段程式，这个程式的话跟这个蛮像的，所以其实你可以拿这个来改了哦。这一段直接复制贴过来，只是说后面的东西哈，就不是什么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串公式哦，而是应该什么？应该是我输出的开头一定是09，所以哈，这个观念跟之前在那个 Excel 里面的公式一样，09。And 之前不是 And 对不对？可是 VBA 里面特别重要 ，And 前后要空白，这个比较麻烦。好 ，And 什么？And 我应该是09，然后后面的话呢就是什么？这个储存格，所以哦，我应该是什么？把这个储存格的资料跟09串在一起。那这个储存格呢，它的叙述方式应该怎么做？好，其实特别重要，一样我是第 I 列，因为 I 会变嘛，哈。等于是啊，第一个是4，所以其实最简单的方法，你可以什么，直接把这一个物件有没有，直接复制到这边来。那我习惯拖拉加 Ctrl 键，把这边改成什么，改成 F 就好了。09，明白吗？那个就是这个储存格11，所以你还没写完没关系，你先直接 run 一下执行，有没有发现91？为什么0不见了啊？因为全部都数字。所以它会数字的话没有零开头，所以把零去掉了。OK， 然后后面的话呢，再加一个什么空一格 and 什么 and 一个减的符号 minus 这个减的符号，有没有打完？你可以，你当然不用全部打完，你可以一边打一边执行看看，减出来。
那为什么减输出之后哈零就出现？因为有减表示说它就不是一个数字，因为它有非数字的这个字元在里面，所以它就把零也给顺便输出，因为它是一个文字哦。OK， 所以刚刚它把它当数字，这个就当文字哦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还什么串这个84，可是问题来了 ，and 哈，所以空一个 and 什么呢？再加 区，所以区这一栏这个是区，那其实改的方法最简单就是哦，把这个复制到这里，这边改成什么？改成区就可以了，有没有？那把它执行。但问题哦，它没有变三码哎，怎么办？之前我们用 test 对不对哦？不过请各位注意一下哦 ，VBA 里面一样有类似 test 的这个函数，但是名称不同，因为Excel 里面的函数啊，跟 VBA 的函数是不共用的哦，也就各自有各自的函数。那 VBA 里面有多少个函数啊？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，很简单，在前面按空白啊，打一个 VBA， 按个点就出现了。OK， 也就是说呢，点完之后啊，它会帮你把所有 VBA 里面这个 VBA 物件里面啊所有的函数呢，通通都帮你列出来。那其中的话哈，格式化叫 format， 名称跟 test 不一样，但是功能一模一样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找到 format， 然后前刮弧一下，有没有跟那个 test 一样，把资料给它，后面加什么逗点，第二个参数给什么呢？给双引号000，后刮弧，哎，这样的话呢，就大功告成啊！特别注意哦，这个 VBA 点哈、哦，你不打也没关系，打也没关系。这个是可有可无的、哦、，OK 哈、哦。那以后你可能有同学说，老师，那我 format 我不太会用哎，而且我不知道 VBA 里面到底有哪些函数的话，其实教各位一个简单的技巧，请你在 format 上面按 F1， 游标停在 format 按 F1， 它会跳到那个官方的说明文件里面，并且会帮你跳到那个 VBA 的这个说明文件的位置，哦 ，OK， 哎，不过。旧版的话理论上会出现啦、啊、不过新版好像越好像没有那么好，如果没有的话哈，也许你就是再搜寻一下，比如像那个 VBA 的 format 哈、哦、理论上哦，我印象中旧版哦，你按 F1 它会自动跳过来，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哦，没有你就把这个哦 Ctrl C， 然后直接什么再到这个它的官网上面搜寻一下也是 OK 啦，把它贴上搜寻一下 Enter，它理论上应该也会帮你哦，又找到了，不过它找到 DX， 这个应该是 Power BI 里面的东西哦，哎这边有，哦所以也许从这边也许找到相关参考，我发现新的版本它反而连接反而失败哦 ，OK， 记得、啊、按 F1 里面可以找一下 VBA 的相关参考，好、哦、啊找到什么 Excel 里面的话就有相关概念啦，甚至是里面呢有哪些物件啊、哦、等等的。甚至有所谓的函数，其实函数就函数的，也是方选。那、啊、里面的话有哪一些方选呢、啊？你们可以稍微再自行再稍微查阅一下了。OK， 这个我想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做一点功课哦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就已经完成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。哦 ，format 哦，外面其实8个 format， 然后后面的话第二个参数就是双引号000执行，有没有办法084？那后面还有一个什么 H 栏，所以 H 栏怎么做哦？其实呢也非常的简单，就把这边有没有一直选取，有点类似之前我们在 Excel 公司把 and 哦，记得哦，这个空白可能要把它选到 and 这个减号，然后呢 format 把这个 G 改成 H 就好了，所以呢可以把它复制，再到这个后面贴上，把这个改成什么？改成 H。好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完成把它执行给各位看。那你会发现哦，这个出现的结果哈、哦，就会全部完成，而且哈、哦，跟刚刚最大的差异什么？现在输出的是手机的号码，而不像刚刚是丢一个公式过来哦。OK，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第二种做资料输出的方式哈、哦。好了，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哈、哦。特别说应该可以记得起来吧？如果你假设细节哈一下子没办法记起来的话，你们其实可以参考一下那个我们云端上面这边，我有把公式哈、哦、放在那个第一个单元里面的
这边吧，刚刚在这里 ，OK， 就是第几页呢？第十页地方，好、哦，等于是云端白板里面的第十页，好、哦、了，画面再还给各位试试看哦。